我认为这火救不了的时候，我是第一时间上车把它开走，因为这车是我的啊，我不能让任何人去替我冒这个险。就是以前前后后也就是，也就热，相当热，那能不热吗？那后面的大火炉似的，那能不热吗？本身天气就热，带有火烤，你怎么说呢？也是比较快吧，看那个火，就是从前头嘛一直往后着，我因为我那车厢就。 这不仅仅是一把车钥匙，更是对当各位媒体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非常棒。